收到收到，哎，你们俩跟我来。哎呀，老子今天又可以好好睡一觉了。看什么呢？ 梁夏，你是梁夏吗？醒醒，醒醒！谁？你冷静点！我还认识我吗？何贺，来来来，起来！来，坐着，来，小心。老同志。 老同志，醒醒了，嘿，老同志，哎呦，没事吧，老同志？慢点啊，来来来来，小伙子，小伙子，醒醒，醒醒，来，坐下来，来，慢点，慢点，来，哎，没事吧？ 靠着劲儿！你说他们怎么了？中邪了是吧？别胡说八道，说不定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姑娘，姑娘，来，来，大姐，没事吧？啊，醒醒。 同志，醒醒，哎，同志，醒醒。死了。
好点了吗？封锁的接车厢，等车开动之后，移交给下一站当地警方处理。老大，前面的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通，咱们就这么干等着呀。万一是修啥呢？把我的相机拿来。刚谢谢你。借不说话，借了。我有很重要的线索提供给你。什么线索？这节车厢上有不干净的东西。大家不要紧张，前方的铁路正在抢修，请大家暂时留在这里休息。小李，你安排一下。哎，好。你就这么不管了？如果再死一个人，谁负责？你说什么？对，你没听错。车上还会再死人。你过来。有两年多没见了吧？可不是嘛，刚才我都差点不敢认。你还没被开除，我也很意外。我是天生吃记者这碗饭的，谁舍得开除我呀？你一个堂堂的刑侦队长，怎么跑来当乘警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碗饭是怎么吃的。车厢里发生了什么？依我看，这是一个鬼剧。我坐这趟车，是因为有一个匿名线人告诉我，10年前报道的案子有了新的线索。谢谢。听我的话，没错。我上车的时候，车厢里有5个人：吴健，退休教导主任；邱红，护工；刘希之，医药代表，10年前曾经干过法医。好好，知道吧？好了好了。死者，大家都叫他老赵。是个生意人，你坐上面，我给你让个地儿。好，谢谢。哎，你瞎呀？不好意思，踩坏你赔啊。王超，网店店主。你怎么连人家10年前干什么都知道？车上这几个人跟我可都是老相识了，
可惜我记得他们，他们不记得我。虽然都是一个市的，村长你不让抽烟，同一天去省城也不是没可能。但后面上来的两个人让我觉得这节车厢肯定有问题。周星雪，打工妹。美女，行李什么吧？不用，谢谢。大家都在一个火车上，互相帮忙很正常。不用了。哎，你干嘛呀？我怎么了？别吵，别吵，别吵！年轻人，给人家道个歉。我怎么了？你们俩没事吧？他们竟然完全不认得对方，就像陌生人一样。你这种人没法计较。我后背有点发凉。来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不太敢相信。看到的一切。好的，换。哎，走吧。最后一个上车的是韩家斌，他是个研究生。这么看来，这些乘客跟老赵没什么关系。未必啊，老赵也是你的旧相识。车上就这么几个人啊？我刚才听乘务员说有学校组织包车的，后来好像活动被临时给取消了。哎呀，这个学校这个计划现在够差的啊。哎，这好事啊。听他们一说，我才发现这列车厢除了我们八个人再没有其他人。遇到一起咱就是缘分。来来，抽一抽。哎，抽一抽，抽着。车厢内严禁吸烟。服务员正忙呢，没事没事，咱不能破坏规矩。他们开始不顾车上规定频频禁烟，表面看着很融洽，没什么不对劲。在哪儿高就啊？炒炒股，做点小生意，到处玩一玩。老五你呢？之前呢，我是在一个学校做教导主任，不过现在退休了。嗯，这退休了，嗯，还给他出差？不是，我的一个学生说是非要叫我到他那玩上一个星期。这哪是学生啊，这比亲儿子还好啊。哎，说起来惭愧倒是。嗯，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事，不好意思，认错人了。装什么纯啊，别人碰就可以，我碰就不可以。你别为难别人。车上的气氛越来越微妙，他们中一定有人隐藏了什么。我在夜店混了多少年了，他是什么人我能看不出来？他们不肯说，那就只有我来了。你到底想从他们嘴里撬出什么真相？哎，麻烦换一下。哎，不好意思。哎哎，哎，我来我来。哎，没事，我来吧。哎呦，什么东西啊？哎呦，来了，吴老师，来来来，看来这小韩也是高材生啊，也是在咱们这儿中学上的学吧？吴老师有没有教过你啊？没教过。那可真是可惜了。我这辈子
见的学生多了去了，有的学生一直非常好，根本不用你操心呢。可有的学生呢，表面上看着斯斯文文，但心底里想什么谁也不知道。是啊，我做采访的时候也见过很多老师，其中也有不少很好的，但有一些呢四处炫耀自己桃李满天下，其实都是花黑钱种出来的。你什么意思？我是说有的人成天泡在有钱有势家长酒桌上的时间比待在教室的时间要长，该管的学生不管，即使闹出人命也不在乎。嗨，怎么又吵了？你别这样指桑骂槐的嘛，吴老师多正直啊。您现在倒是挺热心的，真要遇上事儿了躲得比谁都快。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刚说你是记者，你还没遭到报应啊？捕风捉影，造谣生事，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帽子扣得够大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人没资格说，法医也得守医德，别以为过了十年就没人记得了。你不了解事实就没有权利做报道。你为什么一直试图挑衅他们？在我们这行，这叫杠杆原理。如果你直接问问题，不可能得到真相，所以你必须得找到一个点，刺激他们。越不可告人的事，你就得刺得越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撬开嘴”。抽根烟吧。好，谢谢谢谢谢谢。给您。真舒服啊，要是有酒就好了。啊，这有。这有。地上那个也是酒吗？啊，这瓶。这瓶是我的。上好的酒。给你看点东西。十年之前你还在刑队的时候，应该听说过这个四角恋的新闻吧？刚上初中啊，他还是个孩子。是三中初一，四个学生，两男两女，发生了情感纠葛。当时那个女孩，也就是报道里面这个受害人徐某，在学校里被一个恶霸叫王某的殴打，据说送医院的时候脾脏破裂。其实当时他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严重，如果能够顺利手术的话，还是有很大希望获救的。但不幸就在于他上了手术台之后，居然对麻药产生了过敏。单纯的事故。单纯的事故，没有凶手。这么说，这里面这个吴健就是当时市三中的教导主任，刘希之就是被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的医生。哎，你再看看这三个学生的姓氏：王、韩某、周某。王超、韩嘉宾、周新雪。当年的学生还告诉我，那个校园恶霸的名字叫王照，他有个小跟班叫韩冰。哎，很像吧？而且巧的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俩就转学了。那秋胡呢？当年的校医务室有个姓邱的助手，而且就是他把受害人送到医院的。至于老赵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就是当年学校旁边小卖部的老板。
不要了，我这都穿一条了，鼓鼓囊囊的。一条擦汗，一条擦嘴，万一客人敬你酒，你还能不喝呀？快点走，低调一点。你真好。加上我，报道这件事的记者，车上的八个人都和这起意外有关。事隔十年，难道你当年遗漏了什么？好吧，这个报道有一部分不算是事实。四角恋是我推测的，因为吴健从中作梗，我什么都问不到。没办法，我只有去学校周边采访学生。哎，小鹏，小鹏，哎，哎，小鹏，别跑，别跑，别跑，哎，哎，小鹏，哎，小鹏，小鹏，别跑，别跑，哎，小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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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几乎所有人都被吴健封了口，就连徐楠楠唯一的好朋友周星雪也一言不发。所以呢，那个周星雪朋友死了也不站出来，哎，肯定有别的问题，女孩子之间不简单呢。总结起来，你就是说徐某的悲剧不仅另有隐情，还和车上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哎，和我可没关系啊，我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多天了，我肯定是无辜的，复仇不该找我。你刚刚说还会继续死人，你认为凶手的动机是？如果有凶手的话。什么意思？就站在餐车那里。是谁叫我上的车？这个人凑齐了我们八个，让我们陷入昏迷，让这列车停在了半道，还杀了一个。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人就是……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上次打你是重了点。但我是不小心的，而且后来我给你叫医生了，求你了，求你了，别再打我了。你希望再找到我？你希望再纠缠我？贱人。何警官，你相信有鬼神吗？你是记者，别在这装神弄鬼。啊！我的脸烂了！啊啊！有鬼！救命啊！救命！救命！鬼！有鬼！不是我错，我是护工，让我来。你别过来！放松，看着我的脸。有鬼，有女鬼，车上有女鬼。你也看见了？看见什么了？他刚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个女鬼，我也看见了。什么样的女鬼？一个学生。对，是男的。你们所有人都看见徐楠楠这个人了？我也看见了。为什么你也看见了？
为什么你们都认识他？他是不是来复仇的？贱人，贱人！哎，冷静点，你具体看见什么了？他，徐楠楠要杀我，就在这节车厢上。他现在是追我，打我。啊，我腿折了，手也折了。我打过他哪儿，他就打我哪儿，我哪儿就烂了。其他人看见的也是这么可怕吗？类似。所有人做的梦都是一样的？跟他们不一样，但是很真实，不像是梦。我也没有，比较平静。嘿，你没看见？你居然没看见？怎么了？凭什么呀？你们都是谁啊？哎，对，我认识你。你是无言了。你给我打住！你，还有你们两个。都是徐楠楠当年的同学，对吗？您知道徐楠楠？还有您，曾经是市三中的校医，是校医的助手，护工那种。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你们所有人都和十年前的事件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协助我们调查。都有关系。行了，请大家到餐车休息一下，请吧。哎。你干嘛呢？您打算一个人勘察现场吗？什么意思啊？其实我是犯罪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我的学生证，您看。我受过专业培训，可以帮你。你是当事人之一，不能参与。我问过乘务员了，这列火车上只有你一位乘警，而且遇上山体滑坡，需要维持秩序，还不知道有多久才能通车。刚刚您说，我们每个人都跟徐楠的事件有联系。我才想起来，死者是谁？我只想尽自己的一份力，让死者可以瞑目。再叫一些人来，人手不够，人手不够。帮我记录，不许接触证物。好，好，谢谢。噩梦很吓人吧？你谁啊？我十年前没见过你。你是没见过，因为我想采访你的时候，你早就改名转去六支大几了。哎，这位乘客，麻烦您稍微安静一点，可以吗？聊个天而已，何警官又没有不让我们说话吧？你就是写那篇四角恋报道的臭记者。
你还怪我？徐楠楠的死还不是因为你们？现在闹出人命了，你们谁也别想隐瞒下去。看上去没有致命外伤，是毒杀吗？还不能确定。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化验这些药物。所有入口的东西都要注意，你把这些食物是谁购买的，是谁携带的，都标记清楚。好。你把这些短信都抄录一下。看名字不像是生意伙伴，倒像是网友。死者上车的目的是去省城看货，但列车的车次是别人替他约好的。您的意思是，梁夏是被一个匿名的线人叫来的，那么你呢？你为什么上车？教务处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档案出了问题，还说学校统一给我们订了票，让我收到票之后就尽快赶回去。这位老师你认识吗？我没见过。吴健的票也是别人给他订的，他的学生还有王超。王超每周都是固定这一天去省会，也是这列火车。周新雪的票好像也是别人给他订的，剩下就是秋红和刘希之。所有人都是被叫来的，还真是个规矩。瞒什么呀，本来就是小孩打架闹着玩。徐楠楠我打过很多次了，根本就没事儿，不信你去问韩家斌啊，他打的可不比我少，只不过这次下手重了点他就晕了。重了点？你们把他打死了。我想起来你是谁了，你是徐楠楠的好朋友对吧？你要是有意见10年前你怎么不说呀？再说了，我们找徐楠楠的时候他好朋友躲哪儿去了？我们当时可叫医生了，要是真有责任也是校医的责任。校医的责任？当时徐楠楠是穿着外衣和长裤的，一开始看不出什么，送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内出血。
你们怎么没有责任？你知道他一直受欺凌吗？也是，这得问你们领导。吴老师，您对发生在您学校的事情知情吗？想当初，未经我的允许，你擅自发表那种报道，你放心。我绝不会跟你说任何一个字的。真不愧是无言王，自己不说，也不让身边的学生说。除了王超，你是不是还有其他脏事儿隐藏在学校里？怕我全给你抖出来？你住嘴！你们所有人，啊，所有人都影响了学校的声誉，也包括那个徐楠楠。像这样给学校惹麻烦的学生，就应该早点消停。楠楠根本就没有错。你当时为什么不找王照他们？我都被他逼转学了，你还要怎么样啊？再说了，这种家里不干不净的女孩子，到哪个学校都得被欺负。你等等，不干不净是什么意思？他们家的生活费都是靠他妈妈到别的城市卖身当妓女挣的。你会不会站？说！我告诉你们啊，他妈妈是因为家庭暴力才离的婚，不是传闻里头说的那样。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许到处乱说，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爸妈只是离婚了，他妈没做过那种事儿。我不管那些，就算是我不打，我告诉你，照样有别人打他，知道吗？打和被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事儿一传出去，我们学校的名声全就完了，也包括你们的未来，能有什么好啊？哎，小心！哎呀，上厕所了。上铺就我帮你去检查吧。行，辛苦你了。我去梁向那看一下。嗯。小范，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您是说十年前吗？梁向说，你以前叫韩斌。王超以前叫王照，听说你们两个以前是一伙。
我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还很胆小。如果我不跟着王正，可能被打的就是我。一旦跟他混在一起，就没有办法脱身了。徐楠楠是单亲家庭，父亲游手好闲，据说他的生活反而是他离异的母亲在支持。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人传言说他母亲在沿海做那种工作，给他的钱都是肮脏钱，还说他父母就是因为这个才离的婚。那真正的原因呢？我也是后来听吴老师吴健说的，他母亲是受到家暴才离的婚，许楠楠留给了父亲抚养。事发当时你在场吗？在。我和几个人把许楠楠抬到医务室之后，吴健就把我们赶出去了。后来的情况我还是从新闻报道里面知道的。王正被记了过，很快转学，我也没有办法了，在学校待下去了。十年时间就没有相关的人找过你们？没有。警方也没有找过你们？我想可能也是吴健拦下来了吧。我们那个时候还小，都没有14岁，警方也很难界定学生之间的这种行为，更何况他真正的死因是麻醉过敏。麻醉过敏，找到下毒的媒介了。所以说老赵是喝了这瓶水才不止这样，凶手可能下了两次毒。让8个人都陷入昏迷，这应该就是第一次下毒，而且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幻觉，而这瓶水就是第二次，意在杀人。就是你害死徐楠楠。警察都说不是我，你敢说？行行，别说。周星雪，你当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是不是他们让你说？我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你干嘛？哎，你要干嘛？你录什么录啊？你松手！你录什么录啊？松手！松手！干嘛呢？你住手！闹什么闹？证物我先留下了。王二，先把他们带到卧铺车厢休息，
每个人都分开。我一会儿要跟他们单独谈话。行，各位，走吧。欺人太甚！我每周都坐这趟车，人少。谁知道这次票居然卖光了？水是我和韩嘉宾去买的，回来的时候吴健帮我提了一下。我也看见了楠楠。这件事儿啊，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水就放在桌子上，几乎每个人都碰过。谁知道这么晦气，所以我让大家别轻易妄谈，这也是对死者负责嘛。冥冥之中自有报应。何警官，我有个想法，这可能是随机杀人。车上所有人一起造成了徐楠楠的死，不管是在生前欺负他的，还是在他死后掩盖真相的。凶手第一次下毒是为了让我们产生幻觉，回忆起徐楠楠，而今天这一步最重要的棋子就是梁夏，是他首先提起十年前的往事，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好回到过去的准备。该管的学生不管，即使闹出人命也不在乎。第二次下毒就是抽签。怎么抽签？那瓶水是在火车上买的。吴老师，喝水。经过了好几个人的手，分发的时候也没有规律，任何人都可能拿到，就像徐楠楠当年的死一样。那为什么不把所有人都杀了？因为现在这个死就跟徐楠楠当年麻醉过敏一样，是被意外选中的。他想纪念徐楠楠的死。这个凶手对徐楠楠的感情一定非常深厚。等火车到了站，我会处理好的。你先回去吧。你们查到什么了？这位乘客，麻烦你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好吗？两句就说两句。他怎么死的？中毒。中毒？但是我们吃的都是车上的东西，怎么下毒？除了汤，他的干果和酒。说什么呢？你就是凶手。先别吵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警察迟早会抓你。冲了吧。我需要车上出售的食品清单。还有这些是吴健和周星雪自己带的，剩下这些就是秋红阿姨跟我在火车上一起去买的。经过了好几个人的手，分发的时候也没有规律，任何人都可能拿到。这姓梁的简直欺人太甚。和我可没关系了，我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多天了。难道死不瞑目就是因为你？我
我腿折了，手也折了，脸也烂了，我打过他哪儿，他就打我哪儿。当时徐楠楠是穿着外衣和长裤的，一开始看不出什么，送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内出血。你知道他一直受欺凌吗？这可能是随机杀人。何警官叫您过去一趟。提神。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只有三个问题。我又听了几遍录音，梁夏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他问你是否知道徐楠楠被欺凌的情况，你能不能告诉我？徐楠楠只要有伤就会来医务室，他从不说是谁做的，可我能猜得出来。这样的事情在学校里经常发生。你是说徐楠楠事发当天看不出伤势？是的，那个王超非常狡猾，他不会打在教师看得到的地方。徐楠楠的伤都集中在躯干上，所以最后才会内出血。十年过去了，你能确定吗？我能。可王超不是这么说的，你还记得他看到的幻觉吗？请您放过我吧，我错了。在王超的幻觉中，徐楠楠伤害他的部位正是王超平常殴打他的部位，这其中包括面部。我之前跟王超谈过，也证实了这一点。和你猜测的正相反，他从来就不担心有人知道他欺凌同学，因为没有人可以管他。他甚至希望徐楠楠脸上的伤痕能让更多人看到，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不好惹。这些被欺负的孩子都不爱吱声。那第二个问题，这个你有印象吗？这是我和韩嘉宾一起买的。那这些呢？我们对比了车上所有的饰品，只有一类对不上。车上不卖这个牌子的火腿肠，也就是说有人把车下的做过手脚的火腿肠混了进去。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人只有身处下铺，当时坐在座位两侧的人而已。
不是老赵就是你。死的只有老赵一个，我为什么要给八个人下药？死的只有一个，但晕倒的是所有人。老赵也不是死在火腿肠上，而是那瓶水。火车到站后，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你看错了徐楠楠的伤情，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而是因为你有经验。我知道有些丈夫，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他们的暴行，就会打在家人的躯体上。第三个问题，你是徐楠楠的母亲，对不对？他生意不好，在外面抬不起头来，只有在我身上撒气。法院是把楠楠判给我的，可我没钱，只能让他带走楠楠。走了，他倒不打楠楠，只是喝酒。我怕楠楠没人照顾，就寄钱给家里。可我只能寄给他，他竟然就不出去工作了，让我养着。他怕我有一天带走楠楠，断了他的财路，就不让我回家看孩子，也不让孩子给我打电话。但楠楠长大了，他就有希望了。喂，妈妈，你在哪儿呢？我在学校挺好的。学校的事儿从不跟我说，只说等暑假的时候就偷跑出来来找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我回家，他爸爸竟然让我进门了，我才知道他没了。都过去三个月，骨灰都买了，
他妈妈跟我说，孩子在学校里被人打，打到了医院，命贱死了，埋怨我。那徐楠楠去世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我就留在市里，我想离他近一点，可我找不到什么工作，就到戒毒所当了护工，一直到现在。为什么现在才动手？楠楠的遗物我都带走了，一直没动过。去年我搬家，发现了梁霞的那篇旧报道，我才知道，原来所有的人都以为楠楠是这么死的。我按照报纸上提到的名字去调查，找到了这些人。他们的确不是杀人犯，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罪。你是怎么计划的？我调查了他们的行动习惯，编了借口，骗他们上车，再假借学校旅行的名义，买下了其他的部位。我在戒毒所发现了一种麻醉药，硫喷妥钠，把它打进火腿肠，再把致死量注射进矿泉水里，最后老赵抽中了。麻烦你到站之后再交代一次。让小王找件衣服给他盖上。谢谢。何警官，刘希之醒了。醒得正好，送他过来。好。知道车上发生什么了吗？听乘务员跟我说了。现在车上所有的人都和这起事件有很深的关系，所以我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嗯，这瓶水怎么放在这儿？这是我的水。没错，是我的水，包装纸开了。出什么事了？没你事儿，
我有保密义务，我凭什么告诉他？那这种药有什么特征吗？药粉呈淡黄色，变成溶液的话就看不出来了，不过会有一股奇怪的蒜臭味。你刚跟那个乘警怎么说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你都说了。哎，你干什么？他有重大嫌疑，我采访他一下。我检查的只是尸体。吴健究竟让你做了什么？我只想知道徐楠楠究竟遭遇了什么。从现在开始，这几件事和你毫无关系，你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做的。你跟我来。为了冰雪，风冻的每一条街。